性倡议与圣灵重生，作词奉命以利亚。本来都是人人死，因为罪价是地狱。基督宝血赐恩典，救赎根基非律法，律法行为无救赎。想去天国靠恩典，基督拣选外邦人，人人都被神预定，恩典机会要把握。立约才能得天票，新约标准基督定。去往天国需圣灵，因信称义圣灵生，圣灵称义天国票，因信立约圣灵住，生命册上才有名。天国项目蛋糕大，各大教派抓天机，天国传销没听说，福音传销没人防，不动脑子占多数。这个市场利润高，人性贪婪是客户。因信称义你不懂，圣灵重生我说算。信仰定义教派定，话术技巧每日练，绕来绕去迷惑人，典型画饼来冲击。天上有神明耶稣，耶稣历史不否认，真人真事有记载，只要你信就称义。承诺圣灵进你身，因信受洗基督徒，争取悔改文明人。耶稣话语没人听，基督福音早扭曲，真假钦差不分辨，真假圣旨无人问，假牧假道天天听，立约标准无人谈，合同协议基督定，任何扭曲火狐见，福音信息是基础，立约条件跟随主，实价爱情不廉价，神圣爱情价更高，基督舍己爱情真，两方真爱才立约，条款上面已写清，天下一切跟随主，迫害殉道很正常，师父道路徒弟走，积累财宝在天上，得胜归来有永生。